潘慧如台风夜连同性密友采买。我到市场来买菜，你从迎面来，你的眼睛那么大，望着我发呆。三个狗在台风夜没得闲，守在好事很多的卖场看看有没有猎物上门，哎，结果就守到潘慧如和一名矮个男在采买。转过来看，哇塞，不是男的，但很眼熟嘞。啊，你是我的弟弟，红尘千里万里。原来这打扮中性人，就是两年半前和潘慧如传绯闻的女经纪人 Mini。还记得当时潘慧如被几幅爆料，把他们俩就住的一间房子，那我就住的 Mini 原来住的那间房，对，人家清清楚楚在一起，怎么可以？像个男生一样，对不对？虽然潘慧如否认搞蕾丝边，不过他们至今形影不离，台风天还掂掉掉去卖场补货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快乐又自在，但愿有你在身旁陪我去卖场。之前也常跟被拍到跟那个经纪人咪咪啊，会觉得影响你的桃花吗？就对啊，还好啦，不会啦，因为我就是有桃花，你们也不知道啊。苹果的新闻，两个人还有一起回家哟，报道。